妹在今年七夕宣布嫁给爱情长跑13年日籍男友 Akira， 而两人也已经在东京完成了结婚登记，收获大批网友的祝福。婚后她经常往返台湾、日本两地，日前从国外回到台湾后，透过 IG 现实动态发文表示自己真的很爱台湾，每次看到入境口许多游客排着队的情景都会觉得很开心，也很欢迎大家到可爱的宝岛游玩。然而她无奈地表示自己的鼻子嗅觉太好，因此一入境就能闻到地毯湿湿的发霉味，而且国人快速通关的机器几乎半数以上都有问题。吴一佩在最近几个月因为工作旅行的关系到访过多国的机场，包括日本、泰国、韩国、马来西亚等地后，有感而发的表示，机场身为国家的门面，也是给旅客的第一印象，我们真的可以做得更好啊。Bye.